滑石斛，海南特有的热带附生兰，生长在高山云雾林。它将植物演化的智慧和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它的演化从第一步就兵行险招。它离开了大多数植物都会选择的土地，主动避开了激烈的竞争，把树表作为依附。而他的心计远不止如此，他的传粉机制更是一场谋划已久的骗局，而欺骗对象就是这种看上去像蜜蜂却以蜜蜂为食的胡蜂。胡蜂是异常凶猛的捕食者，他们把捕猎到的蜜蜂咬碎，团成肉丸带回巢穴喂食幼虫。滑石斛正是利用了胡蜂养育后代的方式，在这片雨林中繁衍生存下来。胡蜂捕猎蜜蜂依靠的是蜜蜂在危难时发出的一种挥发性物质警戒素，这就是滑石斛步步为营的典故，释放具有类似气味的警戒素。胡蜂被吸引而来，捕猎的本能让它即刻出击，但胡蜂并不知道自己猛烈攻击的只是完美伪装后的滑石斛花瓣。而这正是滑石斛在演化中最为精巧的设计。石斛的花朵只能供胡蜂进出，胡蜂攻击的唇瓣恰好能容纳它的体型。当胡蜂终于察觉出有诈要撤出的时候，一切已成定局。它的胸部在攻击中沾上了滑石斛的花粉，再怎么不情愿也只能成为滑石斛传粉的工具。下一次胡蜂依然会上当，继续攻击滑石斛的花。毕竟对于蜜蜂诱人气味的追求已经刻进他们的神经系统里，这就是动物界所说的本能。